小白们想看远古时代的生物吗？想。想要见证历史的进化吗？想。那你就来对地方了，在这里通过酷跑就能够看到你从未见过的远古生物。那赶紧带我去。看你这着急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。每关酷跑对应着一种远古生物，没有提示看到的是啥，所以呢就当是开盲盒咯。岩浆瀑布，这个我会。看着危险，实则只要绕着走，不接触岩浆就不会引火上身了。快速通过。我去表姐，这酷跑有问题，根本就过不去。怎么可能呢、啊、一定是小表妹你呀、啊、太久没酷跑，就叫不协调。我就不等你了，优先一步去看一下那远古生物。啊，原来通过还有小星星吃啊。什么还有小星星？我转转来。哟，这就是史前蜘蛛，长得还挺别致的，大眼睛八条腿，就是这大门牙比较影响美观。表姐，你说的星星了哪去了？在里面呢、啊、你自己找找。没有啊，里面就是一只远古蜘蛛，星星它不会全给你吃了吧。啊，臭表姐，好不容易来到这里就给我看这。小表妹，谁让你手脚不利索，来得慢就只能够看一下远古生物咯，饱眼福。我呀就是看下一种远古生物了。我勒个去啊，要是看远古生物还得穿过这冒着火焰的岩浆河。哎，这里不会的人可以走这里呀、啊、小表妹，这不是很适合你吗？哦哎，表姐你看不起谁呢？哼，那只是没试用过啦，这次我心跳要冲破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好家伙，入门到结束只需要一秒钟。哎，算了，表姐，是你来吧。这就对了嘛，跳了好了啊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冲啊，烫烫烫，这问题不大，手中有面包，咬咬牙啃着过去。这小脚来到这里废了一半，不过这一切都值得。这眼睛这么大，一看就知道是大眼怪的祖先绿眼怪了。下一个。哎呀，看过远古生物，不仅要三刀三害的下火海，左右蹭蹭能够加大爬上去的机会。章鱼哥，你怎么在这呀？你眼睛都能认识章鱼哥啊，连大鼻子都没有。有点道理哈。前面有个大水缸，这里面会有啥好东西呀？一群鱼。小白妹，这都是你的同类耶。表姐，你跑那么快，我都看不到你的影子啦。正常，习惯就好，反正星星都是我的，还能够先看到远古生物，真的是小刀拉屁股，给我开眼啦。趁小表妹还没有来，我把这里的水都变成石头让她。表姐你这是干嘛？哦，我是怕你跳下来找不到路会淹死啊。哦，这是什么远古生物啊？这个啊，一看就知道是海里面的大头鱼祖先了。我怎么感觉你在胡说八道啊？断崖，不急，看看底下，果然是有空气方块，只要跟着底下这条线索是一定能够过去的。小心点绕着走，可别踩空啦。后面呢还是走钢丝，加把劲，最后一个远古生物在前面啦。走钢丝对我这种酷跑小能手来说，肯定是简简单单的速情啦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最后临门一脚，哎呀，这星星又死我的啦。这里面是猪还是小狗啊？哈巴狗，头上还印着个天眼，累死了累死了！表姐你怎么不留一个星星给我啊？哎，小狗，小白妹，你这呆小姐姐和小狗好好玩玩，我先回去了哈。喂，表姐，你快放我出去！我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